格式，这个 Python 自创的格式化，用 format 是主流，啊，另外一种 Person 的做法，慢慢会被弃用。OK，所以其实也可以用 Person 啊，那个 Person，不过慢慢这个方法已经不被使用了哦。那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希望输入资料的话，因为刚刚我们有些部分是固定，像 X 一二三四五都是固定的，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可以让使用者自己填一些资料进去的话，那要怎么做啊？那请各位注意一下啊，因为 Python 还有版本的差异哦，在旧的版本哦，跟新的版本不太一样哦。这个是2.x 的版本啊，它输入 input 的值哦，预设是数字，但是请你看，主要是下面的部分，Python 3的话啊，它没有这个 raw input 了，这个已经没有了，它弃用了，所以没有这个。只剩下 input，而且哦，你输入本来它输入是一个数字形态，对不对？它现在改成字串了，也就是说哈，旧的那个 Python 2.x 的版本哦，用 input 跟3.x 的版本是不一样。所以如果你们未来啊，在那个网络上抓一些 source code 哈，你贴上如果发现不 OK 的话，应该都是版本差异，而且还蛮多。网络上其实比较多，我发现2.x 的版本的 source code。好像还占蛮大部分的，所以你不能说直接从网络上捞贴不行，很多地方还不能 run 哦，你要看一下那个版本啊。所以记得哦，input。那假如说我要用 input 哦，输入一些资料的话，那请各位把这个改一下。比如说这边，我要改一下，让人家 input 的话怎么做？其实就 input 就可以了，小括弧这样子，OK，这样就 OK 了。啊，顶多是说呢，哈，你。要让它怎么样更明确的话，你可以在这里面加一个这个双引号，跟他讲说，请输入字串之类的哦，请输入一个字串哦。所以这边的话，也许当然这个地方打跟不打都没关系，你不打它一样可以输入，只是没有提示而已啊。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先不打好了啊，可以执行。啊，因为这边会有一个这个要输入，所以它会卡住没动，意思说这里。请你要先输入一些东西，那我当然的话，假设了我输入一个什么，输入一个 hello 好不好？所以不用什么那么 hello，OK，enter，那它怎么样？它会帮我把 hello 放在 x one，再把它输出，enter 一下，OK，所以你会发现哦，一样哦，会放在这边 hello，OK，那当然第二个，可是你会想说，刚刚一执行哦，它没有完全没有讯息。这样很容易让人家不知道说，奇怪，到底是怎么样，bug 还是什么？不是，因为这边你假如说你要让人家更亲切知道说这边要输入，然后就是比如说请输入字串这样子，OK，请输入字串，OK，好，这样子提示一下。那你一执行的话，它这边就会出现请输入字串。那你一样把这个字串打在这里，打一个。AAA 好了，Enter，好，它又 AA 出现了，OK 哈，所以不过最好这边贴心一点，也许加个冒号，这样感觉好像更 OK 一点啊，好，那第二个的话呢，哈，我们一二三这边的话一样，所以呢，你这个 X 二的话也可以什么，请输入，但是这边的话呢，请输入一个整数，OK，所以这边的话，也许我们加一个整数，好。然后呢，你就执行，所以这边的话呢，哈，一样是请输入字串，那我就输入 AAA，Enter，请输入一个整数的话，那我就输入一二三四，好了，Enter，好两个，输出。不过你会发现，马上跳出问题，什么问题？他会跟你讲说啊，value，好，不是 type error，value 是你给我的资料有问题啊，什么问题？因为你要叫我把它格式化成数字，但是你却提供给我一个字串啊，我刚刚有讲过哦，意思就是说哈，你输入虽然你是输入一二三四，看起来，但实际上丢给他的话，一定是一个字串。OK，特别注意哦，所以哈，出错常常都是这里啊。你以为你输入一个字，一个数字。但实际上，它得到的是一个字串，所以如果你要这边哈，要加什么呢？要不就加一个 int，
意思就是说哈，哎，我输入之后的话，那我把它转成什么？转成一个数字之后再丢给它，这样子去做格式化就没有问题了。所以基本上的话，我们来试一下 AAA Enter，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1234，好，这样会不会 OK 呢？关键的地方哦，有没有进来的本来是双引号，变成没有双引号，给它 OK 好，然后把它 Enter 一下，嗯，这时候就不会有错了。啊，应该可以懂那意思了哈。啊，再来一样呢，这个地方的话哈，也是 input， 所以这边的话 input， 那请输入的话呢，就是请输入什么？请输入的话，应该就是请输入一个除点数 ，OK 哈。所以这边的话，也许请输入浮点 ，OK float 或什么的哈。好。那一样哈，我们就是输入，但是一样的问题，它会有什么问状况呢？它一样会有那个 value 的 error， 所以呢，我们这边特别注意哦。如果我今天输入浮点数，假设1234.56好了 ，enter， 它一样什么？哎 ，value error， 为什么？这个地方要转型，这边的话要转成 int， 那这边可不可以用 int 呢？不行哦，因为如果你用 int 哈。它变成1234.56不见了，因为它强迫帮你把那个什么，把那个后面的小点去掉，所以你一定要改成叫 float， 对，它会出现 float， 有没有 ？OK， 然后前刮弧再一个后刮弧，这样子呢就不会失败，应该可以懂那意思啊。不过哈，你会想说。老师很麻烦呢，为什么有的时候要 int， 有的时候 float？ 那如果说我以后我很希望偷懒的话，有没有什么方式哦，可以不用管它到底是一个 int？ 因为有时候它输入的是 int， 有时候它是输入，你不能说限制人家说你只能输入那个整数哦。啊，如果人家输入浮点，你不就挂掉了？啊，如果相反的话，那有没有什么方式都可以的？哎，教各位另外一个方法，你如果转型，你可以用另外一个叫 evalue。这个 evalue 的主要用途就是说，它其实不管怎么样，反正呢，你只要提供给我一个资料的话，那我其实就这个 evalue 的作用是什么呢？如果你输入1234，它本来会帮你加上这个双引号，对不对？这个 evalue 过来的话，其实它意思就是说，帮你把这两个东西去掉的意思，意思就是抓到里面的东西。哎，那跟转型很类似。但是呢，官方的说法又说这个不是转型，这个只是怎么样，帮你把符号拿掉，恢复成原来的状态。OK 哈，所以应该这个应该懂我的意思啊。啊，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也是去看官方 Python 的那个官方的文件，它的这样的叙述哦，我就大概知道。不然我刚开始也觉得很奇怪，怎么各种方法都有？那到底差在哪里？啊，这个地方感觉这个方法好像比较通用，为什么？因为它就不用管到底它是整数还是浮点。好 ，OK， 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把它输出之后的结果就 OK 了，所以请各位试一下。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如果你知道那个格式化刚刚讲的跟 input， 如果你会的话，那其实你再去看哈，那个证照考试题的第一类，应该就比较可以理解怎么做了。OK，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哈 ，input， 好，所以试试看哦，用那个 input 哦来完成。